陈局秘书长为什么不来？那个秘书长有他既定的行程，只是循例来办理。循什么例？循例也要召委同意啊！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电话。没见到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和华山董事长叶菊兰，立法院财委会召委费鸿泰很不满意。CNN 报告，两位大咖高层怎么能缺席？陈菊秘书长会来吗？那谢董事长都来了，你华善的董事长为什么不来？华善总经理像被罚站一样站起来的时候，脸色好凝重，但双局还是没出现，副手代打被询。行前的规划会议由谁主持？苏秘书长，8月23号，你是没来过立法院，还是有来过立法院？我的讲的起诉书，你是中文听不懂还是不是？会议是由总统，你会中文听不懂是不是？单位都有参加。你不论是事啊！我问你说谁主持？你管我？我说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？就有关系。前的会议的次数这部分，我必须要再理清。我稍后会给委员一个书面报告。我不要你书面报告。你今天你带陈局来，你要讲清楚。我待会就跟委员报告。我不要你公开讲。国民党紧咬陈局的政治责任，不过府方也是有备而来，加上有民进党立委趁势扭转焦点。你行政调查相关人员，包括你会去访谈前的秘书长曾永权吗？他愿意接受你访谈吗？报员，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划。没有这方面的规划，所以你的访谈是有限制的，只到现在你可以访得到的对象，不接受你访谈的就算了，是这样吗？绿营靠马维拉救援的老套路被蓝营戳破，总统府最高层陈菊没到国会，台北市长柯文哲这样形容他：，就是说很多东西都依华，依华他不需要备询嘛 ，yes or no 嘛，不然他就变大号的吴怡宁，大号的吴怡宁，大号的吴怡宁，把陈菊比作吴怡宁，柯P又在暗酸蔡总统袒护自己人 ，CNN 旧责恐怕又是雷声大雨点小。记者陈佳、邵玉敏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